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公交车流浪全国啊，现在人在济南，今天准备去泰安爬一下泰山，现在在超宜兴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鱼香肉丝、菜花、吃个米饭，一共多少？11.5块吧，好像，免费玉米粥啊，吃完就上路去坐公车去泰安泰山，先坐车出济南市区，车来了，走。你们看现在洗车都那样了吗？拿个大轮大东西跟那刷，让我想起了那个野猪蹭树。到这边车站了啊，这边总站停的有一辆，应该就是我们要坐的，现在去问一下啊。上车了，我们本来说要坐那个那个什么车，795吧，结果那个 K919 到了，919可以直达泰山的。我跟网上搜攻略说呢，919要等好久好久，特别没谱这个车，所以我准备倒车去，结果一跑这，然后没两分钟919直接来了，可以直接到泰山了，挺好的。这趟车是票价15，刷微信支付宝收款码的，大概1.5小时到2小时吧，能到泰安市区。有个光膀子坐车的，挺好的。到泰安了啊，再倒趟车就可以直达红门了，家人们。然后开始攀爬，坐这个游一路就直达的。如果大家有到这个高铁站，也可以坐这车直达红门，或者高铁什么方的欢乐世界，对不对？下车了，家人们，泰山红门游客中心。不过我们先不去啊。我们准备先去青旅把包存一下，我们是打算现在爬，然后跟那上边睡一晚，然后看日出。我们青旅定的是第二晚的，想去问一下能不能今天就是把包存的，然后明天入住啊。农夫山泉这有卖水价呀，回头咱买一箱上去卖呗，1块钱一瓶，咱得卖多少钱一瓶？要几瓶？啊，那一会儿我先存包去，一会儿。好，这可以存。您这那个我们住订好房了。哦。您这是帐篷都登山杖多少钱呀？2块的、3块的、5块的。2块、3块、5块。哎，还有贵的。啊。10块的、15的。行。没用，到时候拿个棍戳上去。行，谢谢您啊。没事。好。东西都放完，你们看我包，明显上边没那么高了，然后也瘪进去了。现在估摸着有个10几斤，也就这样，然后还能接受。这儿就吃饭，这有个加油快餐，问问去。这边好多呢，赶紧吃完爬去了。有点阴天了，我操，阴天了，完蛋，希望别下雨吧，保持这个天气就行。现在就是云彩把太阳遮住，没什么太阳。现在到了个板面店，吃个牛肉板面啊，面管饱，还牛肉的，然后加个蛋，加个豆腐什么的。面上了啊，这碗是11加个鸡蛋1块，我一共是12.5块，挺好。吃完饭了，现在准备往红门走。路上超市三二货，买水买吃的，啊，买了一箱啊，我们两个人喝，装进去了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二哥包，二哥包又满了，塞了基本都18瓶都塞它里边了。我这个包放一些电脑什么，就是贵重物品，然后没什么地儿，然后我塞的比较少，剩基本都塞它包里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6瓶。这边物价可真不便宜，比其他地贵好多。我跟河北买这个才6块钱，跑这变8块啊。大家可以提早跟其他城市买，这边物价贵，泡面6块钱一口，这还没上山呢，物价就起来了啊。然后呢又买了一堆面包，我们俩包已经又满了啊。二哥这个他说那个比没把东西放清理之前还沉，现在他背了18瓶水，就是18斤。今天就看我发财就完事儿了。他说多一水上来卖钱，说话挣不了多少钱，一瓶能挣多挣多少，2、3块钱。这水我们是24瓶，是不到20块钱，一瓶不到1块钱。啊，他这挣钱还不够他妈背包累腾腾的。挣的就是辛苦钱。挑战工。不用，谢谢。好多爬下来的，好多要问住宿的，问的是那个泰山啊，半山腰那种的。
台山红门游客中心，门口好多人呀、啊，他们是爬完还是没爬呢？跟着聚一块干嘛？拍照片呢，好像。红门游客中心，世界遗产地泰山欢迎您，国泰民安，视同之境吧。然后现在呢是23点以后就不让进了，大家夜爬的时候注意点。好凉快这里吧，好多人在这休息，准备正式出发了，家人们。涛哥现在几点？正式出发啊。15:08啊，看多长时间能登顶。出发没有一分钟啊，我们两个都已经退堂鼓了。哎，是跟平地走的这么一样。我这包现在可能也就20多斤吧，平地走就是基本没什么压力，踩台阶确实屁股跟腿跟膝盖就酸啊。二哥这比我还沉，他那个包都往后仰、啊、来蜜雪吧，先补充一下糖分、啊、这儿的蜜雪已经开始贵了，算是山脚底下啊，柠檬水就贵了1块钱，这边好像都是贵了1块钱的。帮我比个大拇指，我没手了。耶、蜜雪牛啊！啊，一天门天下奇观。啊、前面红门，后边是天街啊。到万仙楼了，在这是买票或者检票的，算是一个。真正入口吧，前面是买票啊，检完票瞬间开朗起来了，准备出发了。人家都什么都没拿，就拿点500升的水就上去了，我们又拿吃又拿水又拿这又拿睡袋的，妈的，全备齐了，冲！登高初步登高还是到一个休息点了，那有卖水的了，已经。3块已经比下边贵1块了，比怡宝和农夫山泉，如果更便宜的水的话就是贵2块了。这边爬了大概可能10分钟，现在已经开始变贵了啊。这还有住人呢，居民居住区游客请止步。那住这人是不是免费爬泰山啊？那还有停车的白车。二哥已经不行了，走不动，他边走边直播边说话，他肯定走不动。上头可贵呢，没有这么便宜。是吗？顶山15。15。发财。飞顶20了。机会来了。好。一个水10块。上头。中天门呢？中天门里便宜2块，因为它是通车。啊。过了中天门以后才涨。废了。二加油，直接背到那个，人家说多少？就顶上15一瓶，你卖12-13，你赚了，一瓶赚10块钱。两瓶咱就回本啊，两瓶回本，不多卖就两瓶。好，好。我日子我还能活着到这山顶吗？现在就是有目标了啊，到顶上卖几百块的时候我们就回本了啊。加泰山，山中间的坤坤，黑坤坤和好帅的坤坤。他支棱一下，吓他一下，他能飞吗？我你看，要飞。喘口气啊，吃根老冰棍儿啊！前面那叫什么门？什么三？前面那个有一个地标叫什么三什么什么？什么三？西横三？瞎说呢！好像是一个算是一个建地标建筑了吧？说明我们走到哪走到哪了。这很多人也在歇着，哎，吃水果，那个新鲜水果10块钱雪饭，还有一堆吃冰棍的在那坐，好多人下来了。给二哥放 BGM 加点动力。还有2公里，现在到那个中天门啊。兄弟们，第一单生意完美错过了。刚才身后有人问我们背这么大包干嘛，我们说背好多东水上去卖，然后他问我们有没有风油精或花露水，没有带。这边是好多蚊子啊，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可以买带风油精花露水啊。我们第一单生意这么错过了。
主要是风油精轻省便捷，方便携带，属于太沉了啊！行，看二哥的悔恨的脸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我气会害死了，恨死了。有认识中间那字儿的吗？二哥说念水帘洞，我觉得不是啊。有认识的吗？廉颇的廉嘛。现在到那个碧霞灵应宫了啊。二哥刚刚得了一个噩耗，好像玉皇顶上最高层的水只卖7块钱。现在他基本爬上基本不赚钱了，二楼他现在就很难受。亏钱，兄弟们。亏什么钱呀？你1块钱一瓶买的。那我爬上体力不是钱。啊，爬上人工体力不是钱。门票都回不了本，完了。你就地卖了吧。现在到凤凰纪念碑了，爬了。多少？1/3、1/4吧。1/4是有的。啊。又休息了，家人们。我估计今天没有8个小时爬不上去了，至少。哎，二哥就不行了，太后悔了，太后悔了，满身都是水。2 hours later， 现在已经是7:30了啊，我们爬了大概是2个小时20分钟，还没到那个中天门呢。马上上来就是。啊，二楼他现在就是。爬1分钟歇5分钟那种，他包可能有点太沉了，然后帮他分担一下。然后刚才中局做出第一笔生意了，卖了一瓶水啊，卖了3块钱，净赚2块，2块多吧，嗯，挺好的。到了，好像到了啊，中天门，终于到了，二楼还在后边呢，他被我落好远了。我现在看看几点，看一下吧，爬得爬3小时吧，啊，爬了不到3小时，现在是13:55。我看二头10分钟之内能上来吗？够呛，可10分钟之内我估计都上不来的。我找有个财神庙啊，拜拜财神，祝我发财，还有我的观众朋友们啊，这是还是挺热闹的。吃饭时间啊，你看我买一堆面包还有茶。其实说2个茶都是面包了，果酱面包还有这种吐司面包，这点还20多块钱呢。吃个黄油面包啊，这2.5块一个，2.5块。黄油搁哪儿呢？咬掉1/3了，黄油都没咬出来呢。嗯。二楼还挺快的，正呢。8:30啊，才慢了我5分钟，加油，二哥。这边我座给你留好了，吃喝啊。妹子叫你呢。这是多少钱一瓶啊？啊，这是多少钱一瓶？每温。那边有10块钱3根烤肠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有10块钱4瓶的水啊，就是那种泰山泉水，好像是，可能有些人喝不了，其实我也不清楚。然后这边就是什么怡宝啊，什么那种矿泉水，其实还是，可能4-5块、5-6块一瓶啊，但是价格我觉得比之前是低很多了，啊。好像来也不用带那么多吃的和喝的了。其实你看得见吗？天太黑了，这就那个扶手了，已经到最难的时候了。从这儿上周右拐一直往上，已经到最难的时候了。然后二头已经不知所踪了，走太慢了，他上一步台阶得歇几分钟。大喜元寿呢，祈福许愿呢，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在洗澡的小猫吗 ？Hello， 可爱。它是在中天门在上边的，那小兔子是那个耳朵竖的，下面小兔子。二哥突然又说要蹲坑，我们已经落后好多后来的人了都。
还有360米到玉皇顶啊，到顶，给你看夜景。2000 years later， 南天门了，不要感冒了，门关，注意保暖，门开还是门关？九霄，两步三天，圣迹。全是繁体字，太难读了。然后二头现在又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哇，就这段，我天哪！45度得50度上来，得给我爬的。二头估计有20分钟能上来就不错了。这有好多租了军大衣走，那边全是大衣。三十租金，然后100押金，怎么在这儿就睡了？马上登顶了，为什么在这儿就睡好多？漂亮的夜景，家人们，这边过那个天街，好像是叫这边，像商业街似的，好多宾馆吃饭的。蜜雪冰城，这个是泰山南天门蜜雪，你们看这价格贵多少？没有那个那个柠檬水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就柠檬水4块。你们看这个是不是比下边贵了？贵了多少都？就这几种产品也不多。马上到了，好多就是就地睡觉的。现在到日观峰了啊，准备就近找个地儿安营扎寨了，家人们。啊，现在是几点？1点了吧，大概。上面是有点冷啊，主要是还一直刮风。0:42，爬多久？5点开始爬，5:10大概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爬7个半小时，天哪，爬的也太慢了，跟，哎，不说了，先找地，睡觉。The next day， 给你们看看我二哥超大睡袋，跟他说买个贵的，他嫌贵，他这个便宜，挺保暖，但是个儿特别大，但是他这个包得一半了，得这个睡袋得30、35、40升。你看后边，纯纯下饺子。那边那山头上也都是，天哪！然后那边底下全都是。这云彩太多了，又骂人的了啊！今天云彩太多，估计看不到了，白来了都。已经有往回走的了，然后有骂人的。我把我这个伊朗帽子也拿出来了，好久没有宠幸它了，已经有小半年了吧，没有半年，3、4个月。现在准备走了，今天是看不到日落了，已经很多人骂骂咧咧走了。吃上我的牛肉风味香肠，不是牛肉香肠啊，牛肉买不起，吃个牛肉风味的算了。准备回去了，走到红门，从山顶坐缆车。二哥说他上次爬前几年是200，太贵了。从那个中天门大巴35，算了，走，直接走回去吧。下山应该是能快一点。OK， 家人们，最后必不可少的，到达山东最高峰泰山，太美丽了，泰山二头呢？哎呀，这不是二头吗？还是看看远处的蜜雪冰城吧，家人们。挑了6个西瓜的大爷。我们走的是那种可能员工路线，我们这有帐篷，你看，里边还有那小床，跟宿舍似的，里边还有能做饭的东西，可能是他们商店的人住的，还有人就走这小细的小路。天，现在坐着休息的，身后又来个跳山大爷。大爷，您这得多少斤啊？60多斤。100多斤。100的，好好。真牛，好家伙，大爷拉了6箱那个外星人电解质水，是啊，100多，好家伙，1箱15瓶，1瓶500，哎，15斤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，差不多90斤吧，差不多100斤，是。
得一天跳五趟啊，一天跳五趟，好家伙，真牛，比不了。要搁古代就肉体成圣了，家人们，直接飞升了，直接打破于仙界的那个天路，直接上神界了。瞧这跳山弓，四箱啊，四箱，二哥就背了不到一箱，这唧唧歪歪一到一晚上，你瞧人家，瞧人家，知错没有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旁边的一些大爷不知道干嘛，拉的水泥好像去上面修补一些坑洞什么的吧。还有一个大爷拿着扫把，可能是保洁。2000 years later。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那个点午餐时间了。今天有免费的麦麦脆汁鸡翅，满20点一个脆汁鸡。家人们又省了14块钱啊。然后吃完准备，在大家逛逛岱庙。这边挺出名一个景点，然后就回去睡觉，实在是困死了。OK， 残棋了啊，香芋派大鸡排，双层鸡翅，还有脆汁鸡。我一直觉得就是脆汁鸡相比那个肯德基原味鸡好吃点吧，可能因为原味鸡吃太多的原因，还有这无糖口味。二哥刚刚选了两个汉堡，一个麦乐鸡，那个麦乐脆汁鸡。一杯可乐，还有一个菠萝派，在一个小时半个多小时之前吧，他还吃了一个麦当劳早餐啊，海量。烤鸟蛋，现在到了岱庙门口了啊，吃撑肉了，竹筒冻的，刚吃那点儿，把昨天爬泰山的。已经给补回来了。有求必应，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打在弹幕上啊，就当替你们来过了。泰山老母，碧霞元君。都挺商业化的，现在两边是卖东西的，中间是那种卖香烛的，卖各种东西的。刚才就在那儿看到一个小仙女生气了，一对情侣，就是女生走前面，男的走后边，然后那女的想回头走，然后撞着那个男的，然后手机掉了，女生就生气了，然后男的赶紧哄那女的，然后哄半天再也哄好，可能因为天太热了，我觉得弄得心情烦躁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走之后他们就打那遮阳伞吧，女生打遮阳伞，然后也不给男生打，那伞挺大的，打两个人完全没问题。女生走右边，他就这么举着，这男生一点弄不到，他但凡这么举着呢，但他给，对，他左手拉手呢啊，他们左手拉手，右手举，哎，其实我也弄不明白，其实这也不是我的事，他俩的事。现在的中国小情侣啊，不多评价了，家人们。文财是谁？文财神赵公明。你干，武财神是赵公明。文财神是谁呀、啊？来人干吧。不知道，不认的，走吧，拜那有用的，全天下没有穷人了啊！只能说，登泰山起点，从这登啊，就是拜这些什么东西，只要说真的要有用，世界上没有穷人，没有家破什么人亡的什么家庭了哈、啊，所以我就从来不信这个。这个牌楼挺好看啊，正阳门。泰山起点二道，这是牌楼的后边，现在到检票地儿了啊，岱庙。网上是说买泰山门票是可以免票进的，我去问一下行不行啊？成功进来了啊！买泰山门票是可以免费游岱庙的啊，大家不要忘了啊。还有那个趵突泉，我记得是可以半价的啊，不过可能要在那个用完泰山门票之后。这个具体还是大家去什么景点打电话问一下吧，这个具体征头我也不太清楚。有个超级大树侧摆，从那儿裂开了，超大。你们玩过大跳绳吗？
这样就像是两个大树在拉着大跳绳，然后等着人过去中间跳。这有个乌龟似的驮着个大柱子，叫什么？大宋东岳，天齐人圣地卑。天哪，我二哥打喷嚏都是这么惊天动地。去个厕所啊！个大乌龟，个大背，帅啊，家人们！这排就有很多碑和字，好棒！祥凤岭，飞龙场是吧？还有很多碑，好多锦鲤在这边，好多，哇，有几条好大的，天哪，有没有三四十斤的，好大。超级肥，看这条金的，好肥呀！你看这个，有很明显两条筋，屁股墩弄出来的啊。这边也有，你看中，这是屁股墩划出来的，可能真的。你看就是两条叶中间一个凸起小沟，就屁股墩划出来的。你拿着我划一下子，划一下子这样的。哎呦，你们是哪边？哎。下来吧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屁股都是滑出来的。啊，你们看这边有两条更长的。能滑，刚才那个人就滑下来的。坐那。看。坐着。哎，好棒。鞋。你看这边也行。二愣，你给我滑一下吧。我滑走吧。天下归人，这个叫人安门，好像。身后还有一个本地的老年旅行团。这个台阶设计不错，这边是类似砂纸的东西，就防滑的。你看像这种比较滑嘛，这放一这个的话滑不出去了，可能有些年纪大的站不稳就是滑不出去了。你看这边都是的，有屁股印儿，你瞅这屁股得多少年了，好家伙，让人摸得好滑溜啊。宋天匡殿，明万历香炉，为供奉泰山碧霞元君卷资铸造。啊，这边是写了东岳泰山之神。给你们瞅一眼。这个是铜亭，原来是在泰山顶上的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铁塔在那边，然后戴庙差不多出去了，现在呢也差不多12点了，我们订的青旅应该差不多可以就是入住了吧，觉得真的很累啊，就是昨天晚上基本就睡了2个小时吧，现在又困又累，就不给大家拍了，回去休息了，大家就还行帮我点赞分享什么的，因为还是真的挺累的啊，那就这样吧，不想说话了，拜拜。